说，一个扛起中国电视剧半边天的女人，不仅能够扛得起收视，还能扛得起好口碑。能够在电视剧圈如此名利双收的，恐怕只有两个：女星孙俪，另一个便是男星胡歌。《甄嬛传》开启了后宫剧的新篇章，它让我们知道，原来古代皇宫里的女人是这么演绎三段人生，刻画的淋漓尽致，让人由心钦佩孙俪娘娘的演技。之后凭借《芈月传》再次斩获白玉兰最佳的女主角奖，今年凭借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又斩获了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女演员的称号。久而久之，似乎只要孙俪出演的电视剧，就一定会被认为是精品。今年孙俪再次接拍古装电视剧，名为《大清相国》，但是当网友知道消息后，都直言相劝娘娘不要再演这种大女主剧了，套路都一样，没什么新意，早就视觉疲劳了。纵观孙俪这几部古装剧，确实都是小人物一步步变成大人物的艰辛历程，角色雷同，光环太重。除了《甄嬛传》一直好评外，《芈月传》和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都受到了不少吐槽。有人说她演得太作了，第一次看觉得很炸裂，时间长了就感觉味道都一样了。槽点虽有，但是孙俪的演技真的没得挑。对于这三部剧的三个角色来说，将各自的特点刻画的还是很到位的。也许换个角色试试，我们还会看到不一样的孙俪。你们怎么看呢？期待孙俪的新剧吗？